那你过夜了，第二天晚上，这你用电盐和水盐，电盐和水盐。还有个。我要个锤子，我要，我这个还你还要。哇！哎，那么多木有？你要洗什么？我也不懂洗什么，反正都带，通通都要带走，打包带走。好了没？你带什么？哎，对，袋子给我一个。啊，宝贝啊！宝贝那么有。哎，去看一下哈，医师。是啊，冷死啊！不懂有没有暖气里面？估计是有了。要锁死了，还可以进，开灯啊！这是自动感应的吧？还不错。喂？还不错哦。把你洗澡也可以啊，我看看暖气能不能开。还不错哦。还不错，要洗可以洗哦。对啊。不会热不会冷吗？对啊，要洗。这个是。防蚊子的，对呀、啊，防苍蝇的。那没暖气哦。没暖气啊，这个啊，这个暖手壶的，暖手的。半身暖手的这个。丢掉，没事哦，丢掉。刚才打包了 fish and chip。漏晒。丢掉来，没事。他家的漏晒。丢了。早上的就是比现在还惨。啊，这个是您刚才买的，看好不好吃先。没错。这个鱼肉，哎，什么鱼啊？Snapper 啊？被个 snapper。哥 ，about you， 肉幼。对啊，虾不好吃吗？好、哦，它肉很幼啊，你试试看。你不要吃一点试试看，不做一下。那老板啤酒搬过来了。来、啊。啤酒。我们开始。好、啊，规格主持人开始啊，喝酒。吃东西啊。一袋的啤酒。我，你叫我拍照还是拍什么？啊，它按一下，它变红色。皮皮凤爪，虎皮凤爪，这叫虎皮凤爪。虎皮凤爪，又读错字，你看。这个可能是假的虎皮凤爪，就三。你们三只而已啊。那好不好？来看看怎么样？这有什么？鸭脖子。你们几个？这个有七八个吧。哇。七个，六个，我、啊。你这酒配下酒菜。对呀、啊，啊，是那个，拿那个给我看一下，你们讲。啊！还给他吐出来，你呢？啊！把这段给剪掉。把这段给剪掉。把这段给剪掉。你不是很喜欢吃辣吗？又爱又恨。啊，这样锤子很快就完了，够了，没有了。哎，没有问题。压脖子啊，还是压凤爪？凤爪。因为那个王不要拍。压脖子。这个有假。哪这个两个？哇，我的肉刺有点多。哦，他
他是吗？他开的开车的。来告诉我，我也没，我们也是吓到一跳，没有想到。压脖子啊！就普普通通压脖子了，就这样子。很小啊。啊，这么小个。对啊。好吃吗？不知道，有点周黑鸭的味道。周黑鸭。就是一个牌子。不好吃。但是周黑鸭好吃哦。嗯